今天要开一个家庭运动会，哇哦！过一会儿呢，可能会这个有一个组儿的朋友要来。对，我们的这个朋友跳舞特别厉害。真的，我以为你只有我一个朋友，我没有朋友。没有想到你还有朋友，对，我这个朋友他特别会跳舞，哎，好累啊。然后他特别喜欢拍 vlog， 你懂吧？我听不懂。就是自己在家，他会也安一个，比如说一个小摄影机啊，然后记录我们一天的生活，就是纪录片啊，纪录片。哇哦。这一看就非常温馨，这个家。Hello，Hello， 这么突然吗 ？Hello，Hello， 姐好，姐好 ，Hello， 已经开始你的 vlog 了是吗？对，我帮你举着吧。谢谢，你可以先拍着吧。我跟静静谁美？各有各的美，各的美。猴子好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欢迎奶奶好，奶奶好，奶奶好，小伙儿，哎，我是小琛，叫我小琛就行，对，小琛啊 ，Rise 小琛，永远祝福你，谢谢，快乐向上啊，谢谢奶奶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先往客厅走，哎，小琛啊，哎，你很美，具有男子的气质，还具有一些女性的优美，女性。其实我昨天的头发还是那么长啊，因为我想见爷爷奶奶就乖一点嘛，所以我就去剪了。哦，你就因为这个把头发给剪了？对，但剪太短了，然后就想戴个帽子。哎，对，但是如果光戴这个帽子呢，就会显得有点不像那个乖宝宝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去别了一朵花在这儿。你这朵小花帮了你忙了。